经济部公布的土壤异化呢，检视查询系统及安排了系统维运及分流的因应措施，希望能上线后呢，拥塞的情况降到最低。而地调所的官员就表示，大龙拥有地下室，相对是比较不容易发生土壤异化，而是在屋龄20年以上的4到5层楼的老屋，需要进一步的检查评估。但官员也说，由于地质有改善的方法，因此民众也不必太担忧。